咱副馆长，咱各局处的主管，各位议员同仁，各位媒体记者，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咱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十二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905年6月24日上午9时26分，地点本会议室厅，出席张议长、明达等9人，内席张县长、花冠等26人。来宾各报社记者等20人，主席张议长明达，秘书长黄尚文，议事组主任张彦博，记录卢正道、林绿营、王立贤、黄旭平、李敬荣主席宣告开会。一、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议事日程。二、议事组宣读第11次会议记录。二、专案小组报告。三、散会，上午9时50分。以上。咱上次会议记录，各位同仁有啥意见？无吼，无咱较认啦吼。今天咱排定的议事日程是讨论提案、临时动议，以及呢2、3大会了哈。来，咱即马开始讨论提案哈。甲一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1905年度嘉义县原住民族地区简易自来水系统营运计划，经费计新台币621万3750元整一案。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列入19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列入19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审裁决原案通过。甲一落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就人心的意见啦吼。照原案通过吼。甲二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教育部核定办理1905年度补助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推动国际教育经费案，计新台币39万531元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列入19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列入19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审裁决原案通过。甲议员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哈，无咱就详如那个联审的意见来，照原案通过。甲三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1905年度嘉义县政府提升营建剩余土石方管理宣导讲习会补助计划补助款一案，合计经费新台币10万元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列入19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列入19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审裁决原案通过。甲三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吼。甲四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1905年度违法屠宰行为查缉计划等共6案，共计新台币491800元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列入19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列入19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审裁决原案通过。甲四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吼。甲五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民雄乡卫生所变更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图说及室内装修合格证明补发及消防安全设备增加预算一案，经费403000元，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列入19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列入19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审裁决原案通过。甲五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甲六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内政部核定补助本县办理2006赈灾补助危险建筑物拆除计划，东石乡网寮村网寮社区水塔拆除一案，经费新台币82万元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列入19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列入19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审裁决原案通过。甲六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甲七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文化部文化资产局补助办理国定古迹新港水仙宫修复工程案，经费计新台币855万元整，提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列入19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
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列入1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审查意见，原案通过。甲76万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吼。甲8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国官阿尤，减送泥巴会拆除梅山国民小学等3校建筑物案一件，请审议。办法是贵会审议通过后，建筑已逾最低使用年限，同意报会审查意见，原案通过。甲8万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甲9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国官阿尤。有关内政部营建署补助本府办理104年度整合住宅补贴资源实施方案之租金补贴中央补助原以新台币12,132,000元纳入105年度预算，因调整复审合格户数，核定补助本县105年度中央补助经费为新台币15,336,000元，增加新台币324,000元，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列入1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或先行垫付办理，事后列入105年度追加减预算转正审查意见，原案通过，请将整合住宅补贴资源实施方案等相关资料送本会。高委员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咱相如连城的意见吼，原案通过吼。来，1号案。以1号案提案人蔡燕伟杰、联署人林香婷、江梅红等一人，案由建请县府积极办理农业建设之4项，如下如理由1、2、3、4项：一，请县府针对湿地法重新做检讨，并提供检讨后之结果；建请中央重新划定湿地范围；二，建请县府将畜牧自治管理条例尽快完成规划，让地方居民和畜牧业者能有一套遵行之法条，以达共存共荣之愿景。三，农村社区土地共同持有或地目未符合兴建项目严重，长期以来中央未有一套方法来妥善处理此项历史共业，希望县府尽速规划一套方法，建议中央来执行，以解除农村社区土地利用之瓶颈。四，布袋第三渔港与布袋三港间之航道淤沙严重，建请县府积极处理，以便推动沿海之蓝色公路。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查件，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1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个？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啦吼，全体议员加入联署啦吼。以2号案提案人林议员香婷、联署人江梅红、蔡伟杰、何子凡、石信忠等议员，案由。请全面检视本县环设境设置使用情况，如镜面雾化、角度错置、年久失修者，请一并汰旧换新，以为行车及用路安全。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查件，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1、2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原案通过吼。以3号案提案人林议员香婷、联署人石信忠、蔡伟杰、江梅红、何子凡等一人，案由针对高铁嘉义站班次大减，请县府向高铁公司表达嘉义人愤怒，并要求尽速重新安排班次调整。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查件，原案通过，全体一人加入联署。1、3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以4号案提案人黄议员方兰、联署人陈文忠、赖朝伦等议员，案由建请将民雄乡正大路、大明南北路等数条道路纳入公路系统，以利交通管理及外地民众参访。办法大会通过后，请县府积极办理审查件，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1、4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照原案通过。以5号案提案人黄元英君、联署人詹婉珍、戴光忠、林木慧等一人，案由建请将本县生意补助由每胎6,000元提升至10,000元。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办理审查件，修正通过，案由修正每胎6,000元提升至10,000元以上，全体议员加入联署。1、5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个？无吼。无咱就详如那个修正了吼，我们原案通过了吼，来。以6号案提案人王议员徐黎、联署人林宝平、詹婉珍议员，案由
建议县府争取嘉义县境内铁路高架化至水上乡南靖站，以促进地方建设发展。办法大会通过或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六个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咱原案通过吼。以七号案提案人王彦齐黎、联署人詹婉珍、林宝平等议员阿尤。建议县府积极办理教育事项，如说明一二三四项，以确保孩童饮食、交通安全，落实校园反毒及校护调动制度健全。一、每株开放在即，瘦肉精对于孩童影响甚巨，尽管在安全食用标准之内，为顾及本县孩童饮食安全，建请教育局在全县各级学校之营养午餐，明确禁止使用含瘦肉精之作品，以确保孩童之健康。二、立法院研议取消游览车车龄之限制。局等做法虽针对陆客团，但学校如果比照办理，将造成学童交通安全之疑虑。建立教育局针对各级学校出任游览车，应比照现行标准，以保障孩童行的安全。三、建请教育处制作能吸引且增强学童学习兴趣，又适合中小学生观看之反毒宣导短片，以落实校园反毒宣导成效。四、请县府严厉建立本县各国中小学校校护调动健全制度，以为人员工作情绪之稳定、工作环境适应及职场生涯之规划。相关建议如附件。办法大会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七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以八号案提案人何衍子凡、联署人林香婷、蔡伟杰、江梅红、石信忠等议员阿尤，为纪念嘉义县民主先贤战役化烈士，并提醒国人弘扬台湾民主自由价值，建请县府每年5月19日以竹崎清水公园战役化纪念碑前办理相关纪念追思活动。办法大会通过或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八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以九号案提案人何议员此凡、联署人林香婷、蔡伟杰、江梅红、石信忠等议员阿尤，为保障山区国有林地原垦农基本生存权，建请县府与本会联名积极向中央主管机关协商，更需依据原垦农民诉求土还我土地实施计划及地政机关受理垦农诉求发还土地审查及登记注意事项，办理返还原垦民原垦地，并争取相关原垦农基本权利与配套措施。办法大会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九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以十号案提案人何议员此凡、陈议员保人、联署人林香婷、蔡伟杰、江梅红、池信忠、吴世荣、叶和平、郭芳仪、詹金惠、曾亮哲、张贵忠、张黄树莲等议员阿尤，因应太平云梯开放，建请县府立即着手规划，贯通梅山乡太平经独立山、红南坑石壁角聚落往竹崎乡松角方向之连外道路，积极向中央争取专案办理，以完善周边交通动线，并可提供紧急灾难发生时的可替代道路。办法大会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十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以十一号案提案人十一人信中、联署人林香田、何子环、江梅红、黄芳兰、蔡伟杰、郭芳仪、罗世阳等议员阿尤，建请县府转行政院农委会改善阿里山乡农路系统，以利农产运输且改善农民生活。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报请行政院农委会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十一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照原案通过。以十二号案提案人十一人信中、联署人林香田、何子环、江梅红、蔡伟杰、郭芳仪、蔡鼎山等议员阿尤，建请提高偏远地区居家服务员薪资，或保障居家服务员最低薪资，留住乡内照顾人力，以落实在地人照顾在地人理念。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报请中央相关单位办理审查意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十二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照原案通过。
以十三号案提案人石衍信中、联署人林香田、何子环、江梅红、蔡伟杰、郭芳仪、罗世阳等一人，阿由建请在阿里山乡行驶富康爱心巴士，提升乡内失能长辈下山就医之便利性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政府报请卫生福利部积极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十三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照原案通过。以十四号案提案人詹议员婉珍，联署人李国胜、黄金茂、陈福成、董国成、蔡信典等议员，阿由。本县各国中小学校长期雇用厨工，薪资均低于劳动基准法基本工资之规定，建请县府尽速严厉改进学校厨工薪资，以维护县内厨工之权益，符合公平正义之原则办法。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十四号，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照原案通过。以十五号。哦，来。那个，一定拍谁啊？那个，我有甲迄种教育处跟社会局，然后请他们就是再去，请他们再提供资料，然后我发现资料还是有误。我希望讲伊能因看好我解析干，什么时候可以把那个资料整个调查出来，看他们要怎么样做改进。迄个处长，教育处长，你看什么时间，外久的时间？我想咧啦吼，这资料我咧马上调查吼，以最快的速度啦吼。那这个原则调查可能阮写的吼，啊，跟学校的解读可能无清楚，所以表格我重新设计了。那调查出来能够大家一看就很清楚吼。那如果说真的有比较偏低或者甚至违反规定，我想我们会立即改进吼。那也跟会社会局来做相关办理相关的研习吼，让学校的同仁吼。那什么时候可以给我答复？什么时候可以给我答复？安尼啦，十天来啦，你十天来啦，调查了，你甲，再议员报告啦，好不好？ Okay, 好，谢谢。十天来。好，谢谢。来继续。以十五号案，提案人何衍子凡，联署人林香田、蔡伟杰、江梅红、石信中等议员，案由。为减轻各级学校办理学生校外活动时租用交通车辆庞大经费压力，建请县府订定嘉义县各级学校租用县公车优惠办法。办法大会通过后，请县府依此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十五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照原案通过吼。以十六号案提案人石议员信中，联署人林香田、何子凡、江梅红、黄芳兰、蔡伟杰、罗世阳等议员，案由，请惠护原住民每年一至三名公费生就读教育学院，培养原住民教育人才，回乡服务并推动原民文化。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报请教育部积极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十六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照原案通过。以十七号案提案人何衍子凡，联署人林香田、蔡伟杰、江梅红、石信中等议员，案由建请县府积极办理教育之事项，如说明一二项：一、为改善除其高中学生活动中心高温闷热情况，建请县府编列专案预算改善冷气空调系统；二、为保障偏乡学童受教权益，维持师资稳定，建请县府聘请绩优代理老师，以两年为一聘，以保障生活安定师资，促进偏乡教学品质。办法大会通过，请县府依此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十七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照原案通过。以十八号案提案人林议员穆慧，联署人詹婉珍、戴光忠等议员，案由。建请拓宽高铁太保站连外道路加一六三线路草段二十 K 加四一五公尺至顶潭路段二十二 K 加一一零公尺路面拓宽为十八公尺，以为交通安全办法大会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十八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照原案通过。以十九号案提案人何衍子凡，联署人林香田、蔡伟杰、江梅红、石信中等议员，案由建请县府办理公园与游戏场规划设计时，采特色公园以多元游具理念，拒绝游戏设施罐头化。
办法大会通过，请县府严厉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第十九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件？无吼，无照原案通过。以20号案提案人石议员信中，联署人林香田、何子环、江梅红、黄芳兰、蔡伟杰、郭芳仪、罗世阳等议员，案由达邦达德安幽木龙路西原来的水泥桥位置，请农委会水保局先行整修路面，也需两岸新建挡土墙，以利嘉义行善团以建水泥桥工程能顺利进行。办法大会审议通过后，请县府报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积极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第十九案，各位同仁有啥物个？无吼，无照原案通过来。以21号案提案人詹彦婉珍，联署人李国胜、黄金茂、陈福成、董国成、蔡信典、吴世荣、林瑜玲、詹黄素莲等议员，案由现请县府将县内闲置空间予以活化利用，在本县山区、海区各建立一座适合亲子互动、安全又富寓教于乐的儿童馆。办法大会通过后，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21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个？无吼，无照原案通过。以22号案提案人詹彦婉珍，联署人林宝平、董国成、王启立等议员，案由建请县府拓宽嘉138线水上乡综合国中至成功国小路段，以舒缓清明扫墓车潮及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办法大会通过后，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122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原案通过吼。以23号案提案人林衍香庭，联署人石信中、蔡伟杰、江梅红、何子凡等议员，案由请县府研议于故宫南苑周边兴建新地标景观，利用南苑夜景开发夜间旅游新商机。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研议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123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照原案通过。以24号案提案人林议员相庭，联署人石信中、蔡伟杰、江梅红、何子凡等议员，案由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嘉义青农运动会，并结合农业与观光，借此提升嘉义农业新世代之能见度，更能加深在地青农对家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办法大会审议通过后，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124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个？无吼，无照原案通过。以25号案提案人林衍香庭，联署人石信中、蔡伟杰、江梅红、何子凡等议员，案由请尽速改善互挂电缆线之乱象，以提升市容景观及生活品质。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125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个？无吼，无照原案通过。以26号案提案人詹彦婉珍，联署人李国胜、林宝平、陈福成、董国成、蔡信典、王启立、蔡其章、陈宝仁、黄金茂、吴世荣、林瑜玲、詹黄素莲等议员，案由现请县府尊重长者的意愿，体恤民意，发放敬老重阳礼金时，提供领取现金和汇款两种方式，让长者自由选择。办法大会审议通过后，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建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126号案，各位同仁，来来。一定加这件吼，那个管金户加克里五国该公领取现金的发放是要怎么发放？然后小辉给我提供我那个他们在嘉义县办理重阳节敬老礼金发放的实施要点，给丁沃恰利说明节发放的方式是什么？你把它念出来，我们的规定。哎，非常谢谢我们詹议员对我们敬老礼金的一个要点的一个关心了哈。那在我们要点实施要点里面哈，在第4条第3款，它有你从第一个开始，我们怎么发放？它的发放方式，在100岁以上的人瑞由县长前往祝贺慰问或指定代表慰问。那在65岁到99岁的资深国民，由县市乡政工所调查统计人数及造册后，由本府及所属一级机关负责之责任区，在于发放期间会同责任区村里长及村里干事，并联络当地辖区议员依其意愿
陪同亲赴资深国民家中发放，以彰显本府慰问之意。好，他这边是不是说，一到就是亲赴资深国民家中发放？所以不是说你拢奉上诶，叫大家来传你办公处，还是活动中心来领，对不？这是咱的规定嘛。好，第三点。那在第三点部分哈，本敬老金发放以重阳节前一周开始发放为原则，因故短时间无法发放者，得交由村里干事继续发放完毕。全部发放时间以一个月为限。所以刚这个发放方式是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内由我们可能县府大家分配责任区亲自到资深国民的家中去发放，然后如果一个礼拜呢没有发放完的话，然后可以交由村里干事继续发放，在一个月内发放完毕，对吗？依照要你的规定，所以对，这是我们的规定，对。可是实际上做的不是这样子，那我希望说你们应该要检讨。因为我说的就是有很多的民怨，那所以我才会提这个案子，希望县府呢给民众多重的选择方式，可以选择是你要领取现金，你们到家里去发放的，去慰问他们，或者是说直接用汇款的，因为人家也不用在那边痴痴的等你们来拿，或者是说你们又集中人家到村里办公处或活动中心，然后大家在那边排队领取。我希望这一点县政府还是可以做检讨，所以我才会提这个案子，谢谢。非常感谢议员的提醒了哈。那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针对我们的要点有不周的地方，我们会再做修正。好，谢谢，一定谢谢。好，无意见，咱照原来通过哈。来，二十七。以27号案提案人林议员相庭、联署人石信忠、蔡伟杰、江梅红、何子凡等议员，由建请县府研拟成立智慧绿建筑推动指导小组及相关辅导条例之订定。办法大会审议通过后，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件，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以27号案，各位同仁有啥意见？无吼，无照原案通过。以28号案提案人江义梅红、联署人石信忠、何子凡、林香庭、蔡伟杰、陈文忠、黄芳兰、楼世阳、张贵忠、蔡光忠等议员，由日式阳丰小镇埔子市整合建设计划。为使埔子市民及公众了解其计划内容、规划愿景以执行进度，建请县政府设立此计划开放式资料网站，供民众查询浏览。办法大会审议通过后，请县府严厉积极办理审裁件，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28号案各位同仁有啥意见？无看无照，原案通过。以29号案提案人江延梅红。联署人石信忠、何子凡、林香庭、蔡伟杰、陈文忠、黄芳兰、罗世阳、张贵忠、戴光忠等议员，由建请县府前面检视本县桥梁伸缩缝，如有伸缩缝设计，会卡自行车、公路车车胎宽度约2.3公分，车胎问题、车轮问题，请先设立顶警告标志，并提出改善措施，以维护单车族及用路人的安全。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件，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29号案各位同仁有啥意见？无吼，无照原案通过。以32号案提案人江义梅红，联署人石信忠、何子凡、林香庭、蔡伟杰、陈文忠、黄芳兰、罗世阳、张贵忠、戴光忠等议员，由为提升嘉义观光发展，让游客能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建请县府重视县治特区及东石布袋各观光景点周边道路，以共有设施等脏乱点，要求定期环境整洁维护。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应积极办理审裁件，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30号案各位同仁有啥意见？无法无照原案通过。以31号案提案人陈会长一月，联署人蔡鼎山、蔡伟杰等议员，由本县东石渔人码头周边设施老旧破损，恐有安全疑虑，建请县府每年编列充足之设施维护经费，避免影响观光品质及游客安全。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件，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31号案各位同仁有啥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来，临时同意哦。01号案，动议人王彦齐里，副议人林宝平、詹婉珍、蔡信典、吴诗荣等议员，由建请以封场之水上区域掩埋场，10年免征清洁费，
以为居民之权益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订定相关作业规定，并积极办理。来，给你啊，来，给你啊，来。谢谢哈，我们议长哈啊，咱各位主管哈啊，因为哈这个水上区域掩埋场哈啊，已经有十几档的历史啊哈啊，相信过去呢，伫咱嘉义县的这个焚化炉设置了，啊，已经发挥一个真好的功能哈啊，田的百姓一直咧欢迎哈，过去呢无啥物回馈啦，哈。啊，迄阵啊，会使讲大家民意拢较单纯、较高义吼，所以迄阵啊无啥物回馈啦吼。啊，只是讲无啥物回馈，但是即卖已经封场啊吼，所有物件嘛拢存在伫遐吼，是毋是引起的一挂污染的问题吼？这当然有待我们后续去了解啦吼。但是呢，我感觉讲吼，伫这个时阵应该是咱事实还有地方吼有一个这个弥补的时阵啦吼。啊，根据所了解，十年免征清洁费吼。一档大概无二十万的啦，吼、哦，所以讲吼，这个部分呢，我希望讲咱副县长甲咱环保局这边吼，会当吼来好好来演绎吼，吼、哦、咱地方的乡亲啊，来感受到讲吼，咱替咱全县来承担这个焚化炉的这个灰渣，伊嘛讲有一个起码上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弥补安尼啦，吼、哦，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吼、哦，谢谢。啊咧，各位同仁，大家拢加参加会议吧。无意见，咱通过了吼。请管政府甲愿意看看啦，因为垃圾场的这个东西，掩埋场唔是干那最上，有很多的乡镇啦吼。请管政府吼，确实愿意吼一个定一个办法吼，共倒回馈一下吼。来，02号案，动议人李义仁、国盛，副议人张婉珍、陈福成、林宝平、王启立、董国成、吴世荣、林于玲、詹黄树莲、陈宝仁、蔡其章、黄金茂、蔡信典等议员，案由为了解本县公共艺术装置、艺术品等相关经费是否有妥善运用，故成立专案小组加以监督经费使用情形。办法大会通过后，请准予成立本专案小组。来，郭先生来。大会主席啦吼，啊咱议会即个同仁吼，因为咧经由咧顶回咱詹议员啊参林议员吼，因来讲到闽南演艺厅的工课了后，分析后来接顺到咱即、這个嘉义县吼，即、這个公共艺术品吼，也、是讲一挂场地，来接顺了后有一挂民众啊，拢有到分析服务处来反映啦。然后我嘛有甲因讲，有个人吼，关因个关民，有个是讲爱这个艺术物价，因都爱这个这套艺术。但是有个讲，迄都唔知咧做啥，爱雾煞煞看拢无。啊钱爱开咧刀口上诶，唔开应该开唔开，摕咧乌白母。所以讲，今年足济这个消息啦吼，嘉义县。后壁面那个足济件，即个公共艺术的物件啦，要阁开支的经费，所以讲本席买手呢有来参加议员呢讨论过，必须要来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监督着咱嘉义县，吼、哦，尤其是针对即个艺术的物件，咱袂使甲浪费，即个钱呢，看到底有好啊运用无，袂使甲浪费去。所以讲希望有兴趣哦，即个议员也当来加入人数。好啦吼，无啦，有参加的啦吼。我拄则讲个就是讲有现场有参加，拢加入，拢附议啦吼。即、這个就成立专案小组你做迄、那个国兴也做召集人啦吼，通过啦吼。03号案，动议人陈彦文中，副议人张议长明达、陈柏林、王启礼、张贵忠等议员，案由建请县府对164县道新港至民雄段汽机车分隔岛之植栽下修高度，以为行车安全。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文中兄来，那说明一下。议长哈，咱副馆长甲咱局处长哈，
以及咱议会同仁哈。啊，这个一六四线哈，啊，咱伫旧年哈，啊，已经有征收过哈，路口部分哈，拢啊修整伫五十公尺内，拢修整在五十公分啦哈。所以旧年下半年甲今年的前半年哈，伊的造数哈，员工降低足济哈。啊，1902年到1903年，吼，伊个造数事件拢总有293件，吼。啊，去年个下半年甲今年五月，安尼造数75件，所以用讲吼，剩1/4尔，吼。所以我建议讲吼，啊，全规个路段所有迄个讲啊，甲下修到50公分，吼。啊，其实哦，咱个人咧看啦，吼，啊，无一定讲迄个植栽关关格格会较水啦，吼，互伊整齐。可能会搁较好看，哦，这是我的想法哈。好，谢谢。咱不中央所提的这个临时动议案吼，啊，在座拢甲加入附议啦吼。啊，无啥意见吧？吼，啊，咱就通过吧吼。来，临时号案动议人陈彦文忠，附议人张议长明达、陈柏霖、王启礼、张贵忠等议员。啊，由建请县府对新港西。西北公园脏乱整治，重新规划以符实际用途。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来，要报告者。我想关于这案哈，啊，这个新港溪北公园哈，啊，伊占地嘛2公顷外哈，啊，这第20多当前哈，啊，是一个迄个垃圾掩埋场，哦，啊，尾啊，阮郑乡长哈，叶玉龙哈，有争取迄个经费落来，啊，该复议哈。啊，规划做公园，啊，毋过啊，即摆吼已经变成一个脏乱点，吼，啊，搁一个就是啊，咱即个讲公园的啊，委托哦，咱的村里家己去照顾，啊，村里无迄人力啦，吼，嘛无经费吼，所以即个讲啊，树啊倒会倒啦，吼，啊，内面的啊，运动加休闲设施吼，已经讲拢歹了了，吼，啊，搁一个就是讲。啊，这个公园伊是咱的垃圾掩埋场，哦，啊，伊的冻土墙，哦，部分拢是土墙，哦，啊，这个土墙啊已经久啊，吼，所以啊拢崩塌啦，吼，啊，另外内面啊鸟鼠啦、蛇啦，吼，啊足济，所以员工吼村民吼无人敢去啊，哦，啊草啊发来很旺吼，无人敢去，哦，所以是闽南管府吼啊用过来制定个规划设计，吼。啊，给这个公园吼，会用真正来利用吼。好，谢谢。安尼，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啊，咱在座的拢甲加入附议啦吼。啊，啊无意见，咱通过啦吼。来，宣读本次大会会议记录。第13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6月28日上午9:50。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张议长、明达等21人，列席吴副县长、荣辉等25人，来宾各报社记者等18人，主席张议长、明达，秘书长黄尚文，议事组主任张彦博，记录卢正道、林律、王立贤、黄旭平、李建荣，主席宣告开会。一、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议事日程。二、议事组宣读第14次会议记录。二、讨论事项。一、为甲12345678910号案请审议，议决甲12345678910号案均原案通过。二、为乙12346789101112131415272128293031号案请审议，议决乙12346789101213144151212223252627282930311号案均原案通过。三、为乙5号案请审议，议决乙5号案修正后通过。四、临时动议。一、为01号案请审议，议决原案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二、为02号案请审议，议决原案通过，张议长明达、石信忠、林木慧、张贵忠、蔡鼎山、叶梦龙、蔡伟杰、陈文忠、王启礼、林秀琴、林香婷、江梅红、蔡信典、张婉珍、林丽莲、黄芳兰、陈福成、黄金茂、詹黄素莲等议员为小组成员，并推选李国胜议员为小组召集人。
为03号案请审议议决原案通过，04号案请审议议决原案通过，以上。好哈，啊，大家无意见，咱就闭幕了哈，来。闭幕典礼开始，全体请起立，主席请就位，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主席请复位，全体请坐下。因为咱今仔有几个议员要去日本吼，啊，所以讲咱等下本来12点的餐会，迄个管政府有办一个咱伫地下室吼。11点左右啦，哈，11点左右要开刀啦，哈，啊，所以讲各位议员，等下再来地下室啦，哈，啊，安尼今仔日会就遮散会，哈。我们特别邀请我们议长、副议长，还有我们各位议员李氏先生，我们中午的餐叙，那就请各位这个11点，我们在地下室餐厅啊。